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恒守楞严经，建言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86面，心二杀戒。那么我们讲到楞严经的修学方法有憎恨跟住恨的差别啊。这个憎恨啊，主要就是修学耳根圆通的法门啊。那么住恨当中呢，本经讲到两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言辞是根本重戒。第二个呢，就是诵持楞严神咒啊，这两个祝贺。那么我们这一段讲到呢，就是言辞是根本重戒啊，这个地方的戒法跟我们一般的声闻的戒法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地方大家要把它分清楚。声闻的戒法它是以事相做根本的，它是由事而入理的。你看我们在修学比丘戒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不是很重视无常无我的智慧，反正你就照着做，把佛陀所制定的制教你照着做，慢慢慢慢的，然后才由戒再修定再修慧，它是由事入理的。菩萨戒是相反的，菩萨戒你一开始他要求你安住菩萨种性，你才有资格持戒。所以菩萨戒是由理而入事，他先入理观，然后再从理观当中产生事相的修学啊。那这个地方大家要把它区分清楚。当然菩萨的理观就是一种所谓的我们一般叫做菩萨的戒体，这个戒体的内涵呢，在偶一大师的《放网经菩萨戒本》啊，他老人家提出了七个重点啊，我今天讲出其中两个。他说这个菩萨的戒体啊，这个理观啊，有两个主题咯，主要是两个咯。第一个就是本源清净以为其体。第二个啊，真上的善心以为其因。就是你整个菩萨道的整个断恶修善度众生呢，你依止什么样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心态是很重要啊。那么他整个菩萨道的体啊，就是本源清净啊。我们讲是因为正念真如，所以呢开显我们内心本具的清净本性。那么在清净本性当中，本来没有杀盗淫妄啊，我们的清净本性本来没有杀盗淫妄，那当然我们应该要不杀盗淫妄。我们过去在实践的时候是从因果的思考，我为什么不杀盗淫妄呢？因为我杀盗淫妄来生会招感痛苦的果报。一般我们在人天秤的实践的思考是业果，但菩萨界的思考不是这样，他是念念随顺真如，我既然要成佛，我就应该随顺真如，那么真如没有杀生，所以我不应该杀生，杀生是妄想做的事情。真如怎么会杀生？因为他内心当中本来没有杀生的功能嘛。啊，所以他这个地方第一个，你整个心态的依止点是本源清净啊，以真如本性来当作你整个菩萨道的体。其次呢，以真上的善心为因，这个因就是功能。你要表现菩萨道，你一定要有一个功能吗？这个真上的善心就是菩提心呢，啊，你要观察十法界的差别因缘，啊，思维佛法界的功德而升起上求佛道，思维众生法界的痛苦而升起下化众生，啊，上求下化，
来当做整个菩萨道那种因，就是那种功能。那么也就是说呢，整个菩萨道呢，它的整个修学的行动呢，是从一个清净心跟菩提心的结合所发动出来的。所以它这个地方呢，它的一个整个修学是先从理观而入事修，先安住菩萨种性，然后才有菩萨的修学的行动。好，那么我们看这个讲义的心二的杀戒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从第四段啊，废前访难开始说起啊。看经文，阿难，我令比丘食五净肉，此肉皆我神力化身，本无命根，如婆罗门地多真丝，加以砂石炒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为肉，如得其位。那么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这个杀生的一个相关的关系，就是吃肉的问题。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一言说，在梦华时代有很多的所谓的善知识，他提倡吃肉。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食肉是得菩提路，说这个吃肉啊，会让我们身体健康啊、强壮啊，是有助于修菩萨道的。那么佛陀知道在末法时代有很多这样的邪见的众生出现啊，佛陀必须要把这个观念讲清楚，把食肉的这个问题啊，很清楚的做一个交代。那么佛说呢，我令比丘食五净肉，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佛陀是允许比丘来食用五净之肉。五净肉是指什么意思呢？第一个不见杀，第二个不闻杀，第三个是不宜为我杀，第四个是自死，它自然死亡的，第五是鸟残，鸟类吃下的这些这个肉食。那么这五种因缘具足，是表示说呢，比丘得到这个肉是没有杀生的因缘，这个他的死亡跟我完全没有关系。那佛陀是允许吃五净肉，但这个地方其实它有它的一个背后的内涵在里面，佛陀要讲出来。他说呢，这样的肉呢，其实是我的神通道力所变化的，所以它根本没有生命现象。那么佛陀为什么要用神通道力变现五净肉来让比丘吃呢？佛陀讲出他的道理，说在这个婆罗门就是讲印度啦，它的气候呢是地多真湿，也特别的干旱，而且很多的雨水啊，湿气很重。而且在整个土地当中的结构呢，很多的沙石，所以这个一般的蔬菜你根本就很难生长。这种情况之下，假设不开言吃五净肉，那比丘就很难去维持他的生命。所以佛陀以大悲心啊，来显现神通力啊，变化五净肉。那么这个五净肉是佛陀的大慈悲的神通所加持的，它只有这种肉的假名假相假用，根本没有生命现象，主要是让比丘得到这样的滋味来维持他的生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等于是先做一个预言，说哎，你跟佛在世的时候，佛陀也允许吃五净肉，那我们现在当然也可以吃啊。那么这段维大师的注解当中，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那为什么既然佛陀不允许我们吃众生肉，那佛陀不是直接变现蔬菜就好了吗？为什么要变五净肉，然后给后世产生一个这样的误解呢？维大师解释说说佛陀的出世啊，不能有种种的怪异的现象，要很正常。你看佛还没有出世之前，印度没有蔬菜，结果佛出世以后变成有蔬菜，佛灭度以后蔬菜又消失了，大家觉得很奇怪啊。那么这个佛教是不能提倡这种怪力乱神的了，所以佛陀呢，佛陀在世间他不能坏世间的假象，这点很重要。《金刚经》讲，
菩萨观一切法空不坏世间的假象。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佛陀必须要随顺众生的因缘，是这个道理的。那么这个地方佛陀把这个佛事的时候五蕴肉的真实相貌讲出来了，那大家就不能有借口了。佛陀对第二段呢，就第二段跟第三段呢，就开始啊，把食肉的过失讲出来。奈何如来灭度之后，食众生肉，名为世子，汝等当知，是食肉人众得心开，是三摩地，皆大罗刹，报众必成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已，因何世人得出三界？那么奈何就是为什么，就有喝者的意思了，就是说佛在世的时候吃五蕴肉还有道理，因为那个五蕴肉是佛陀变现的嘛。那么现在佛陀灭度以后，这个变现的五蕴肉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众生又是五蕴肉，那这样子怎么能够称为是一个修学圣道的佛弟子呢？为什么吃肉就不是佛弟子呢？这一下解出他的道理。他说啊，汝等弟子当知啊，这个一个人啊，一个修道之人啊，经常的吃肉，纵使你能够得到心开意解，这个地方我们讲他有这种多闻的智慧，有具足一些相似的知见，乃至于有种种三摩地的禅定的相似的功德，他有多闻的智慧，有多少分的禅定，但是这个人是怎么样呢？大罗刹。我们看佛陀在戒律里面呵责弟子啊，很少用这么重的话来呵责，说这个人是大罗刹。你看我们菩萨就这个人，你看明明知道这个是过失，故意的起心来犯戒，佛陀顶说这个是痴人，畜生无义，目食无义，说你这个人是个畜生，是个石头，没有判断力，顶多这样子。那么这个地方是说你等于是罗刹了，这什么叫大罗刹呢？这罗刹是吃肉的嘛，但是你是一个有多闻智慧的罗刹，一个有禅定的罗刹，就叫大罗刹，但是你的本质还是罗刹。那么这个地方呢，它的结果是什么呢？报众必成生死苦海。当然他有这样的福报啊，他享尽以后呢，他就堕落到三恶道去了。变成鬼神之类的。前面我们讲到哈，上品的大力鬼王，中品的飞行夜叉，下品的就是地狱罗刹。那么非佛弟子，因为他已经损害的自己的菩提善根。即便他每天还是拜佛啊，持咒啊，有种种的加行呢，但是他已经破坏他的菩提的善根。那么这个如是食肉之人呢，彼此互相杀相吞啊，那么这种因果的辗转相续啊，位移就是没有了期的，要怎么能够去处理三界呢？因为你一天到晚吃肉，欠众生很多命债，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还得清楚呢？看下一段，儒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断杀生，四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二决定清净明慧。所以佛陀做一个总结，就是要阿难尊者，你应该要把这样的正法辗转的流通到后世，让大家知道你要修学大乘的三摩地啊，次断杀生。就当然这个地方讲，第一要断淫心，第二断断杀心，这才是如来啊。这个如来指现世的佛陀，先佛是过去佛陀啊，过去现在诸佛的这种决定的清净明智的教诲。我们看在大乘经典当中啊，佛陀对吃肉呵责这么严重的很少，像楞严经这么少，很少，佛陀大概带过去啊。当然他的理由就是说啊，说这个吃肉有什么样的问题会变成大罗刹呢？在放网经有讲很清楚，他说这个食肉之人啊，断大慈悲佛性种子啊，一见众生见而舍弃。说你这个人本来很有慈悲心，但是你每天吃肉啊，慢慢慢慢的，无形当中你慈悲心啊
消失掉了。所以有些人说是啊，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其实这个句话是完全不合道理的。因为你酒肉穿肠过的时候，你的佛已经慢慢慢慢不在心中坐，是那个罗刹在心中坐。怎么是佛还在心中坐呢？他破坏你的大慈悲心啊。这个道理在唯识学讲很清楚。唯识学说啊，我们的身心世界是互含互摄的，心会牵动你的色身，色身也会牵动你的内心。比方说在阿含经讲一个啊，在中经录有明说大师讲一个小故事，他说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群比丘啊在山林中修学，那个时候大家结下安基啊，九旬用功啊，很多人啊就成就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当然在用功当中呢，有很多的猴子，猴子过来的时候看到比丘这么用功啊，很精进啊，大家都在打坐欢喜心啊，就送很多的鲜花，送很多的水果来供养这些比丘们。那比丘九旬用功以后成就圣道呢，就离开了。离开过没多久，外道哎也碰到这个地方，哎这个环境不错啊，他也住下来。住下来过去呢，供养比丘那些猴子也过来，哎看他们在修行，也拿那个花拿水果来供养。但这个猴子一看，哎呦，这些人跟之前那些人的动作不太一样啊，比丘都是正襟危坐的，那么外道啊，有的是一只脚站着，有的是躺在地上，各式各样的姿势。这个猴子刚开始看还不怎么样，看久就很生气，说他们怎么这样子呢？结果猴子就受了受不了，就赶快成群冲下来啊，就把这个外道把他们强迫他们坐好，把他们脚腿盘好，双手结法界第一，把他们眼睛强迫闭起来。外道刚开始当然抗拒了，但是久了，这个方法还不错呢，容易摄心哦。结果因为结跏趺坐的关系，外道很快的成就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么中经录有明说大师说啊，他说可见得你的身体的动作会影响你的内心。你看外道刚开始没跏趺结跏趺坐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得到禅定，都是散乱的。所以你吃肉，它只是一种色身的行为，但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啊，身心世界是互动的。色身会影响你的内心，内心也会影响色身。这个诸位在讲那个沙弥律就知道为什么要住具足威仪，因为你威仪它会产生色心的效果。那么这个地方呢，佛陀是对这个末法众生的吃肉啊，可以说产生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呵责跟批判。好，那么我们看下一段，那应该怎么办呢？这个地方第二，这下一段讲到对治的方法啊。这一段先讲出一个譬喻，再说法说。是故阿难，若不断杀修禅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声大叫，求人不闻，此等名为意引迷路。所以一个人假设不断杀，这个地方断杀在楞严经讲断杀不是只有杀生了，包括你吃肉，包括你吃众生的所有的部分都叫做杀。他这个地方的杀生是很广泛的。那么假设你不断住这样的杀生的心念跟行为，而只是一昧的修学大乘的散昧啊，就像一个人啊，你自己把自己的耳朵塞住，结果呢又高声的大叫，希望别人没有听到。换句话说，你把自己耳朵塞住，只有你自己没有听到，别人都听到的，那么这叫意引迷路啊，就是本来要隐瞒自己的过失，结果更加的显露他的过失。也就是说呢，我们一方面要杀生吃肉，一方面又想远离三界轮回，那根本就是不可得了。先讲出一个譬喻，这一下合法了。我们有当中有这个散段，先看第一段。
清净比丘及诸菩萨以其路行不踏僧巢，况以手拔，因何大悲其诸众生血肉充实？这个地方佛陀先讲出一个比况，说身为一个清净比丘啊，乃至于清净的持戒菩萨呢，在歧路啊，这个歧路就是乡间的小道。那么这当中呢，行走的时候啊，乃至于生草啊，就是有生长功能的这些野草啊，都不去踩踏，当然也不可能去用手去拔。那么佛弟子连这个对草都这么的爱护，又为什么修学大悲心的这种大乘佛弟子，而取众生的血肉来充实呢？就是说，连草都不可以去踏了，何况是吃众生肉呢？一个有生命的众生肉呢？这是比况了。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看下一段，就佛陀讲很清楚啊。若诸比丘不服东方丝绵绢帛，即是持土鞋履裘褪，汝若提服，如是比丘宜是挣脱，愁烦宿在，不由散见。何以故？夫妻身份皆为彼焉，如人食其地中白骨，主物不离地。那么这个地方佛陀要我们在断杀生的时候要断三种因缘啊。先看经文，那假若诸位比丘呢，在修学禅定的过程当中呢，不服。这个服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服食，食用的食，服食其肉了。第二个服用呢，就是穿的衣服啊、鞋子叫用服食跟服用。东方，这个东方指的是中国了，印度在西方嘛，在中啊，我们中国的丝绵绢帛，其实这四个是加起来就是等于丝织品的，丝是一个总称。那么这个棉呢，就是比较细的丝，就叫做棉产出来的细丝叫棉。那绢呢，这个地方念作绢，这个绢呢，就是由生丝所做成的物品把这个绢做成棉被啦，做成手帕啦等等。这个帛呢，就是把这个生丝再跟其他的东西混合加工以后的作品总而言之，就是丝织品。佛陀指出三种要断的，这个丝绵绢帛是最重的，但是这个最重了，因为这个可以说是广泛的杀生所成就的。即是持土鞋履裘褪，鞋履呢就是动物的皮做成的鞋子啦，裘就是野兽的皮所做成的衣服。这个褪呢，就是野兽的毛，皮跟毛来做成的衣服啦、鞋子之类的。还有乳酪提服，这个大家清楚了就是刚出来的叫做乳，那么提炼以后就变成酪乃至于在精制变成提服。那么佛陀在本经当中是讲得很维系的断了三种东西，但这三个当中，其实藕益大师说有浅深的差别。佛祖在那个注解上说这个丝织品是最严重的，大小乘同治，而且没有开眼。丝织品是没有开眼。这个鞋底求罪呢，是大乘不许，小乘有开眼，所以它是中等。那么乳酪提壶呢，大小乘都有开眼，有重病的因缘，它是有开眼这个就是这三个刚好是有轻重的差别。那么这个人能够完全不吃动物的东西这种比丘呢，在世界上是真实的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的相貌呢，就是愁烦宿在，不由散解。因为他的生命当中可以说只是来酬偿过去的命债随缘消旧业，他不再造新殃了，未来也不再游于三界之中。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夫妻生魂皆为彼焉，因为你吃他的肉，用他的皮毛，你就跟众生结下一个业缘，你再也离不开跟众生的一种力量。你跟他有缘吗？你知道他为什么做你的儿子呢？
这跟他就是跟他结业嘛，啊，这里要讲出一个譬喻，就好像一个人他食用地中的五谷杂粮，他再也不能够离开大地，因为你跟大地这个五谷杂粮是地上的东西，你吃了它以后，你跟大地结缘，你就离不开大地。这有实际的例子啊，说是在我们人世间呢，最早的时候啊，是我们讲杰出光阴天呢，光阴天从天上掉到人世间的时候呢，它是有神通的，但是后来它因为吃了地上的一种滋养的叫地肥以后啊，它再也回不回去了。因为他吃了大地的东西，他就跟大地结缘，他就离不开大地。你吃了众生的东西，你就离开不了众生，他轮回你只好陪他轮回，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佛陀做一个总结，必使身心一诸众生，若身身份身心恶毒，不服不食，我说是人真解脱者。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有志于要离开三界的人 一定是要怎么样呢？对于这个色身的行为还有内心的活动啊，都能够对于身身就是动物的这个血肉，身份就是动物的皮毛这两个身心恶徒啊，都能够不服用也不服食，这个人在三界当中才容易的跳脱出去我们看总结，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那么如果能够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个就是佛陀所先说的一个正法演藏，假设违背前面的旨意，就是魔王的邪知邪见我们刚开始在修学戒律的时候，很多人会提出一个问题，说：“哎，这个绵羊啊，那个绵羊的毛为什么不能用呢？”很多人提出质疑，因为这绵羊的毛，诸位知道，绵羊的毛就像我们剪头发一样，它时间到，它自然要掉的，所以你把它剪掉，对它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它也不会痛苦，就像剪头发一样。但是佛陀还是不允许用，那我们在那个天得到答案了，因为你用它的东西。你就跟他结缘那对我们离开三界当然是很不好有一个禅师他行脚他刚好到一个古代的乡村看到有人在办喜事，他看了以后，他讲一个偈颂，他说：“娑婆众生苦孙子起祖母，牛羊桌上坐，六亲锅内煮。”他说这个众生啊，那么六道轮回是很痛苦，为什么呢？这个因缘你看呢，变来变去，你看孙子起祖母，因为这个祖母过去爱这个孙子，所以他这个祖母死掉以后跟孙子结缘了。那么牛羊桌上坐，这过去他被所杀的牛，你过去吃他的肉，现在变成这个牛羊来吃，吃你的肉了，所以牛羊变成人来桌上坐。那么六亲呢，过去的六亲呢，在锅内煮，准备给人家吃。这个命，这个所谓的肉债啊，也是一个很重要因素诸位，如果你看看印光大师文钞他讲到临终的正念除了念佛以外，印度是很强调吃素的，而他的理念就是从楞严经的地方出现的，就是说你临终的时候，你希望没有障碍，没有这些冤亲债主来障碍你，你就少吃他们的肉。今天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跳到那个地方去，你身体的负担是越少越好，你看你背了100公斤，你很难跳过去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佛陀说你能够不吃众生的任何东西，那是你真实的解脱吗？你减轻你临终的负担是这个道理的。好，我们看下一段。新三道界，
这个道呢的定义就是不愚而取他物。那么它等于是我们所对峙的恶法，包括的偷盗，包括的抢夺，也乃至于用诈欺的方法来骗取财物，都叫做偷盗。那么这个戒是能对峙的法啊，但是这个地方能对峙的，我们讲过，在本经当中，角道四根本重戒都不是只是身口而已，它还偏重在意业的，断除这种偷盗之心啊。因为在菩萨戒是重理观的，它重意业的啊。因为菩萨戒它根本的思想是它整个菩萨戒啊，它就是在加强你的菩萨种性，它是从菩萨种性发动出来，最后加强你的菩萨种性，所以它重视意业的啊。好，我们看这地方经文有十段的，先看第一段。阿难，又复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偷，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啊，那么第一段是一个总说，就是持戒的功德啊。就在世界的当中的六道众生呢，假设我们这一念心不生起偷盗之心啊，当然这个地方要有理观的智慧啊。你一个人不生偷盗，那你当然要安住真如本性嘛。一个人安住在无明妄想，你就很可能升起偷盗啊，所以你要远离这种希望的生灭心，而回归到不生灭心，你才能够做到其心不偷啊，那么就不再随顺你生死的业力的相续啊。可见得偷盗是增长生死业力的，是障碍我们处理的啊，是这个道理。看下一段。如修三昧本处尘劳，偷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透必落邪道。上品精灵，中品妖魅，下品邪人，诸魅所着，彼等情邪，亦有徒众各个之位成无上道。这一下佛陀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断离偷盗的主要的因素，说汝等修学大乘的三昧，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离开三界的尘劳烦恼，但是假设偷心不除呢，那么不但说三界的尘劳不可出啊，而且会有以下的过失。那么纵使我们有多闻的智慧，有少分的意界定跟味道地的功德，但是我们内心当中呢，还累积了很多偷盗的内心的功能，最后的结果是必落邪道啊，就是那种邪奇啊、鬼魅之类的众生啊。那么上品精灵，假设你的福德资粮很够，那就是一种精灵。精灵主要的功能就是盗取日月的精华啊，它是有时候依靠这个山啊，依靠水而住，那么偷取日月的精华。中品的妖魅，妖魅呢是偷取人类的精气啊。下品的邪人，这个邪人就是被前面这些所谓的啊精灵啊妖魅所附着的，帮这些精灵跟邪魅做事的人，叫邪起之人啊。那么前面三品之人呢，都是属于这种邪起的一类的众生，而且他们都各有他相应的眷属啊。那每一个人都产生邪见啊，自己认为自己已经成就无上绝道。差不多这种人啊，会那么坚固的升起偷盗啊，都有邪见支持的啊，都有，都是无惭无愧啊，都是邪知邪见的，才有办法产生那么大的力量啊。看下一段。我灭度后，末法至终，多持妖邪炽盛世间，潜匿奸欺称善之事，各自为己得上人法，显获无事，恐令失心，所过之处其家耗散。这一段呢是佛陀对末法时代的一种预言，说在我灭度之后，正法过去的，相法是过去的，到了末法时代。末法时代有两种特色，外在的环境呢可以说是弃佛久也，所以邪师说法如恒河沙。
内在的因素呢是障深慧浅，啊，善根浅薄，烦恼出众，所以造成了一种魔强火烙的滑落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呢，就很多很多的啊妖邪的众生啊开始出来活动了。他们出来活动，他也不可能现出他的本来面目，说，哎，我是妖邪，他不是这样，他隐藏自己啊，潜匿奸欺。这个潜匿奸欺啊，就是他隐藏他内在的奸诈欺狂之心。那么表面上呢，现出善知识的相貌，那他经常啊，好言吉凶祸福啊，以得到的善知识来自居。啊，他要用这个包装一下自己。但是你看看他所说的法，他自己就称自己是上人之法。啊，是上人之法，就是甚至于自己以菩萨、以古代的佛自居了。那么他这样子的目的呢，是要迷惑这种没有知识、没有教理判断力的这些渔夫渔妇。那么他是用什么方式呢？他恐令私心，他往往好言吉凶，哦，你这个人可能，哦，什么时候会有灾难？用恐吓的言辞呢，使令这个人呢失去的主张，是私心，就他已经没有判断力了。尤其一个人，他就是运气不好的时候才会来找出家众谈嘛，那你很多人就顺势而为啊，说你怎么地。那么他更加的没有主张了。那么如此的邪起之人呢，他所到过的处所啊，他会对众生的伤害是齐家耗散啊。这个人就把这个钱全部都骗光了，因为他内心害怕啊，结果就把钱都拿出来了啊。那么这种在末法时代啊，这些妖邪众生啊是特别多的啊。佛陀先一眼。看下一段啊，我叫比丘，行方乞食，令其舍贪，成菩提道。诸比丘等不自熟食，即以禅身离波三界，是以往还，弃以无返。这个地方是讲到佛陀的教戒。为什么讲完这个邪逆众生以后，马上讲佛的教戒？就对比一下，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跟佛法是不相应的啊。我们看看佛陀的教戒，弟子们是怎么修学的。佛陀教就比丘们呢修行啊是用乞食的，而且是行方，你不能够去故意的去跟谁去乞食啊，不能有特定的对象，要按照你所走的地方呢，按照一定的次序来乞食。那么他的目的呢，就舍弃心中的贪欲，因为你乞食，你就不用积极财物了。也不用从事生产事业，不要积极财务啊，反正你吃完的，今天吃完的，明天再说啊，就一天过一天。那么不要累积太多的饮食跟财务啊，舍弃贪欲。那么这样子呢，依此舍贪呢，来铸成我们的菩提道。所以诸比丘呢，在大戒当中呢，是不能煮饮食的啊，佛事是这样规定的。那么他呢，生命的目的啊，是寄于禅身啊，离波三界。身为一个比丘呢，他对生命的看法啊，他经常观察生命是无常的。啊，我只是在大海当中暂时产生一个水泡，啊，暂时的借用这个色身来修行而已。啊，那么离波三界在一起的三面当中，只是暂时的借住。啊。那么是以往还，弃以无还啊。那么每一个修道人都有最后的准备，这是最后一生了。那么从此以后呢，就要成就圣道，就不再来三界了。所以他把自己呢，整个生活所需啊，降到最低。这个是佛陀的教法啊。那么当然跟前面的这种自称善知识的哈，这个累积财富越多越好啊，当然产生对比了啊。佛陀呢就对这样的事情呢，产生了严重的教戒。看下一段啊，
因何贼人假我衣服，必犯如来，造种种业，皆言佛法戒非出家，寂戒比丘，为小乘道，由是一物无量众生堕无间狱。这个贼人啊，就出家以后呢，他不修学佛法，而修学外道之法啊。那么用种种的外道之法来浩谈吉凶祸福，为人家处理事情啊，这叫贼人啊。因为呢，偷取佛法啊。那么假借这个身众的衣服啊，当然他这个意思是他的视线处，他也出家了。但他的真正所作所为是必犯如来啊，他呢就是呢这个穿着出家的衣服来帮助他呢贩卖如来，追求名闻利养。因为他要不现出家相，可能这些信徒可能对他也不能产生信心了，他必须要现出这个相状啊，结果来帮助他造作种种的这种盗取财物的罪业。那么平常的开示呢，皆言佛法啊，他认为这些的啊种种的外道法都是佛法啊，就是说一些相似之法，就非法而说成佛法了。切非出家寂戒比丘为小乘道，切呢就是反过来，非就是诽谤，反过来诽谤这些如法持戒这种少欲知足的比丘呢，是小乘之道。我是求大乘菩萨了，不拘小节了，这些只是小乘的治疗汉。那么反过来批判小乘的这种少欲知足的道法啊，最后的结果呢，由是一物无量众生堕无间狱啊。他的重大的过失啊，就是疑惑误导众生啊，使令他们堕入到无间地狱当中。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这个疑误众生是在佛教里面是非常严重的过失啊。因为整个佛法的重点在正确的知见啊，端正其心才能够有正确的行为，有正确的结果啊。你比方说我们看春秋时代齐桓公当时要称霸整个天下，他就找管仲，他说我想称霸一天下，有怎么样的条件？管仲说啊，称霸天下不是靠武力，你要有一个证明，必也证明乎，你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正确的知见。他举这个郑庄公，你看在齐桓公之前，郑庄公的武力是很强大的，但是郑庄公没有证明，他师出无名，他公然的抗拒周天子。管仲说呢，周天子是王室岁衰，并未上德，你称霸，默默的称霸，大家没话讲，你不能公然的挑战周天子的威严，因为这个是古代的证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有一定的章法来形成整个社会的秩序。所以管仲提出的尊王攘夷，他说你虽然称霸，但是你要尊重周天子，这样子整个社会的秩序才有个章法。结果管仲果然用这个方式啊，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春秋霸第一个霸主。我们讲这个齐桓公向管仲九会诸侯一匡天下，他的整个成功就是证明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一个佛弟子，当然比丘，我们看到的比丘戒很多地方我们的确很难做到，因为时代隔了2000多年。但是藕益大师他提出一个观念，他说这个是佛式的方规，虽然做不到，你应该起惭愧心来面对啊。你看现在有些人传戒啊，他甚至于把一些戒律啊更改了，沙弥十戒改成沙弥，变成八戒，这是非常不对的，不对的。因为他的过失在哪里呢？在疑误众生嘛。我们做不到，我们起惭愧心，但是佛陀的赐教，你要保留下来，当作一个镜子，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我们做不到，那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啊。所以他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必犯如来，最大的严重呢，就是一个一物众生这两个字。行为本身还不是很严重，因为你坏乱了整个佛法的章法。你看孔夫子，他要去杀生，杀一只羊，子贡说啊，你不要杀这只羊，这只羊很可怜啊。孔夫子说啊，你爱惜这只羊啊，我爱的是那个道，那个制度啊。我们透过杀生，古时候没有因果观念啊，大家怎么样，他们为什么不敢造错呢？敬畏鬼神嘛。我们知道有鬼神存在，不敢放逸啊。这种制度的存在有安定人心的作用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站在比较高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啊。好，我们休息啊，休息一下哈。